观众朋友好，早，欢迎收看六月七八公司台记者早起新闻，我是陈怡晶。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嘉义县的山区，昨下晡上大雨，伫个清水公园边的牛条溪涨起来，水是真湍流。有一个32岁钓鱼的查甫人被护走，怎吊伫咧石头顶悬？嘉义消防局派人去撩溪，早暗已经把这个查甫人顺利救起来岸边。嘉义县竹崎乡的牛稻溪，拜五尾暗溪水正湍流，一个穿红衫的查甫人吊伫咧石头顶，无法度上岸。嘉义县山区昨下到3点外落大雨，码头山七站5点钟的累积雨量就超过100毫米。这位32岁男性的钓客走袂赴，人还袂上岸，溪水就变成湍流，吊伫咧石头顶等人救。嘉义县消防局下到6点17分才调报案，派6个消防分队来救。现场有男性一名，年32岁，不慎受困在溪流当中，人员即刻以包绳带以渡河的方式接触患者，接救人员并安全护其送岸。待救人员表示身体并无大碍，拒绝送医，后续交由民警处理。溪水正湍流，搜救人员用单索啊绳，把救生衫等候这个查甫人。就以搜救人员把索啊撩开，过去给摸掉的。旁边的搜救人员做点救索啊，把两个扭断。原本我想说，当面只是等水比较小，就再走。然后后来刚好就对面有看到，就顺便先帮我抱了。这个查甫人被救出了，只是惊到，好佳哉无受伤，也无送病院。嘉义消防局提醒民众，在梅雨季节，尽量莫去危险的河溪甲溪流，以免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云林西里有一间铁厝，昨暝9点半规个烧起来，消防赶到现场，抓水用点半钟的时间把火拍花，佳哉是无人受伤。那这间铁厝是做塑胶落架工厂，昨下晡休困了后煞得火，原因要再调查。消防员将工厂的铁门吊开，要入去拍火，看到内面的火真大，乌烟一直呛出来。云林县西里镇新兴路果菜市场附近有一间铁皮工厂，随即暗9点外着火，附近的厝边一开始就是有人在烧物件，无想到讲火愈来愈大，发现是火警，赶紧报警。上尾处理了，一上尾处理，安怎要走？火就要起来安尼遐。那土匪唔知。厝主讲，这间工厂是因后生伫咧经营，普通时上晚10点外就休困，结果因后生半个月人出去散会，铁门就关起来，唔知影为虾米着火。火场是伫咧生产塑胶制品的工厂，内面有吨塑胶粒即款较多的物件，对后洞开始着火呛烟，因为内面的残火阁多起来，用低高度管机甲门撬开拍火。一楼建筑面积大概300平方公尺，那现场全面燃烧，那立即再加派邻近的消防队哦，一共有5个单位，他到现场支援救灾。那火势大概持续1个半小时，目前火势已经控制。火架在内底无人。那着火原因一个财务的损失，一个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今年是黄埔军校100年校庆，中国为着要甲咱台湾抢正统，嘛扩大举办活动，招咱退伍的官兵去中国。头一件代志就是爱因办居住证、驾照、甲银行卡等等，这款做法也引起咱国安单位的关心。再来看联合报，香港终审法院两个英国籍的海外非常任法官，雄雄宣布要辞职，都是因为香港的政治局势。这是2020年香港国安法施行了后，第4个和第5个辞职的海外法官。再来看中国时报，财政部公布5月出口达是美金373亿6000万，年增率是3.5%。财政部分析讲，这一挂传统的产业，伫国际因为产量伤多，有过无期，所以影响到出口的空间。这数字干那小可成长。来看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COP29 今年11月被启动，伫正式会议正前的6月初三开始，先伫德国开一个会前会。咱台湾有学者甲媒体做民间团体去参加。甚至是用台语发表演说，
这是头一届咧，有台湾人伫联合国的正式场合用台语发表演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9 今年11月要伫阿塞拜疆举办，这是一个讨论气候变迁议题的上重要的全球论坛。在正式会议之前，昨天初三开始有先在德国波恩召开 SB60 会前会，台湾有学者、NGO、媒体等等，以民间团体的身份组成亚太永续行动学院去参加，甚至用台语上台发表报告。我是林明杰，我来自台湾，真希望台湾有一天会用成为咱世界的公民。兵团在六月初六用台语发表的主题是“福摩赛语建构永续发展”，这也是历来头一届有人用台语在联合国的正式场合演说。推动台语发表的林英德表示，这是伊一直以来想要做的代志，真欢喜会当让台语在国际发声。目前大概以我看官方跟我讲的这部分，大概有197个组织，然后差不多6700多人，那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那差不多100多个国家来，也是讲波恩这个气候大会嘛，是咱的每一次COP。可能前置的一些动作和决议都会在这先令人也是讨论。民团表示，这次他们会前有向主办方要求以咱的本土意见发表，也得到同意，不过时间上逼主办方未付请翻译。今天民团是说，因为常常听到身份的语言，一些外国人说电动对台湾有兴趣，会后也有很热情的交流。当我们用台语说的时候，他们会反而说真特别，所以他们开始看我们的简报，甚至连手机啊，对我的荧幕上的英文去做翻译，也希望知影讲，予咱台湾人用台语啊来讲这个内容，啊是要讲啥物货。民团指出，尊重无同的社会文化，减少无平等的对待，这嘛是永续发展目标当中真重要的一项。伊嘛真感谢主办方实践永续发展目标的理念，予因用台湾话来讲台湾民间对 SDG 甲 ESG 的拍拼甲贡献。记者卢尚祖、陈桂林台北报道。辉达的 AI 超级电脑中心要设在咱台湾岛位，引起外界关心。辉达的执行长黄金坤讲，电的问题是挑战，会设在咧供电有够的所在。那经济部长郭智辉表示，台湾的力量充足，唔免惊讲这核电就爱停碰。台湾电力供应问题是回答执行长黄林峰跟美国商会提出疑问了后，电力新速度稳定供应、核电新速度延役也是重新启动，成为最近热门的议题。经济部长郭智辉初七出席立法院时表示，台湾力量充足。我想，这个外界的担心哈，我想这个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目前的准备都是够的。经济部长郭智辉强调，电力能充足，也对外表示，核电即阵无考虑放伫个备载电力中。就连行政院长杜荣泰初七也对外回应，经济部甲行政院伫经过初六甲立委食饭了后，对着飞核家园大家立场一致。这个大动作对外强调，行政院甲经济部未强调，是因为经济部长郭智辉初六到高雄时才指出，在法的结果之下，核三厂无得营业，要不然是提调法的问题，会开始来评估检验是不是适用。洪介头是支持核能，甚至传出引起部分民进党立委也不满。比较开明、比较能够帮产业界想的、产业界能够发展的，跟民进党抱持的青竹白啊。还脑袋还留在20世纪，他目前还在角力这个阶段。部长的意见、民进党团的意见，还有国民党，还有社会各界的意见，我们都应该综合考量。一个是修法的问题，一个是核安的问题。如果我们能源政策确定要有做个很大的改变的话，我们的确希望行政部门跟执政党能够负起责任，提出相关的修法，不要嘴巴讲讲，最后又打假球。辉核家园政策未来是不是动摇，引起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无同的看法。只是台湾电力供应甲力量是毋是速度充足，也是产业界质疑的声音，搁再引起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台北捷运昨有一个20多岁查甫人，伫淡水信义线车厢内底，雄雄对一个青训人劈屁叫，甚至要甲人攻击。边仔4、5个民众看到是紧斗三工，甲这个查甫人救开，饲伫涂骹。落尾是等警察来了后，伫台大便衣站甲伊带落车。一份警力到场，把人扣起来关锁，但查甫人正输正激动，手一直比，几分钟前，伊伫列车内面想要攻击乘客。
车厢内面是乱糟糟，有人在喊救命。迄当中有民众看这个情形，随过去斗三工。他就一直喊，我觉得跟政治有点关系的东西啊。他那时候就是要感觉就是要爆冲了嘛。那我又听到人家喊救命，所以我才出手去挡一下。这都会挣扎，所以你说受伤那个都还好，没有到很严重，就淤青而已。查甫人轰烈的，佮一直叮当，总是扭来扭去。但是发生伫个车七早起十点外，这个25岁查甫人是坐台北捷运淡水线二线，忽然间伫个车厢内面失控，对一个查甫乘客是大细声一直嚷，甚至佮着对方想要佮攻击。对单程时开始几下个乘客拢加入，做伙佮人压制。我们同仁在台北车站月台上车的时候，已看到4-5位民众将陈男压制在车厢地板上。救护人员评估不需就医，由站方人员及保全陪同陈男离站。有旅客按压对讲机，行控中心立刻请中山站的站务人员跟保全人员上车，站务人员随车陪同警戒，并没有影响营运。台北捷运公司是接到通报，站务员随上车来解号，列车到台北车头，毛捷运警察到工时结束，准备要坐车，随陪同来处理。伫台大病院站，甲人带落车，只是台中捷运被这随机攻击，才无外久，台北捷运嘛发生相同的情形，正在民众即马坐车拢提高戒备。不太会在捷运上玩手机啊，我也怕哪一天会不小心遇到怪人这样子。带防狼喷雾啊，然后或是就是音乐调小声一点，然后不要睡着这样。有的人是出去坐车加走雨伞，还是防狼喷雾，无人坐捷运，无过一直在耍手机啊。这摆好加再无代志，但是警方提醒讲，只要有可疑的人事物，会记得用对讲机还是卡一一空来报案，把潜在的风险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那台中捷运呢，顶个月是发生黑白胎人的事件，为着要加强安全，除了有警察伫车厢内底加强巡逻，即阵伫咧车站嘛有放盾牌甲长土啊，有技术教官指导站务员和保全要安怎使用。哦，做一个防护的动作，这边做，必要时可以借由两侧的部分去攻击对方。警察喜欢这盾牌，唔来使防卫骚动，也使反制。另外哦，这支会使趁机会长土啊，会用伫较远的所在有效来压制攻击者。台中捷运顶个月里发生野多台人的事件了后，捷运警察队伫个车站拢无限控制个盾牌，也佮长土啊，再佮配合捷运公司家己买棍啊，提升站务员佮保全的防护能力，增强捷运公司站务及保全人员的自卫能量与应变能力。为此，各车站民众的巡务处预置防爆钢叉、壁盾，另捷运公司亦配置有长棍与防雾喷雾剂。很好啊，就要保护站在一线的人啊，有更好的配备去保护他们的时候，至少在遇到事情的当下，是可以大家至少基本是安全的啦。中捷公司请来台中市警察局技术教官亲身来指导装备使用技巧，甲模仿安怎来制服歹徒。站务中心讲，就正伫个采买防挂插个牌啊，也有防范切割箭术的手套。未来会予保全人员扎伫身躯边，强化捷运沿线防护。采购哦，额外的我们的一些防割刺的背包，哦，一些防切割的战术手套，哦，以及我们可以防护用的一些辣椒水喷剂。等等，这些我们后续也会采购到位。捷运警察队讲，对车里开始，利用这随车的警力配置改做一名，配合保全也是随车员，执行列车安全的维护。未来也会随时来检讨群袂规划，提升民众对公共运输安全的信任。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四月望晴雨，五月无打土，六月火烧埔。气象署表示，台湾今年的天气有影含一句俗言语讲的对当。今年六月中旬的雨水会变较少，温度会升高。这几天五一节连假同款会落雨，天气是湿个热，天气乡亲就要特别注意。上去讲未食五日节粽破球唔甘放，五日节连续假期全台天气拢无稳定，唔是乌阴天就是落雨天，气温嘛是连咪热连咪寒。气象署提醒，刷落这几天各地高温拢会升高到30度。拜六开始，南部、东南部各地山区无定时也会落短时间内的强降雨，过道嘛要注意西北风，而且雨会延续到五日节了后。南部跟东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些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至于在其他地方的话，则是以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为主哦。那留意一下，就是说像是在山区的部分，因为午后的热力的作用之下，都是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那到了就是连假的后两天来讲的话，台湾的北方海面会有一个锋面会有逐渐建立一个情况，迎锋面的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另外，上个月嘛讲四月望景好，五月无打土，六月会小雨。形容二十四节气中，望景即天若落雨，刷来五月会有雨，六月会降温。气象署讲，即句话其实是咧形容即个季节的天气形态。根据因当年用科学观察的记录，古早人真正充满生活智慧。农历的四五月就梅雨季，五六月那其实就是我们比较容易下雨的一个时期，那这时候天气会比较不稳定。那气候上来说，在梅雨季节过后，通常会有一段时间是比较高温，就有太平洋副高比较增强的时期，所以雨量会比较变少，跟夜雨是还蛮符合的。气象署讲，以目前的仪器，今年雨大概会落到六月中，刷来水气会变少，温度会升高，就真正进入热人的天气形态。高温节过刷六月中了后，民众就会当迎接热天。气象科山柯冰姐台北报道。最近天气不稳定，变来落雨过，常常有真侪所在会积水，会产生破病房。今年到达咧，全国都有261人抵着天高热，各地头嘛加强防疫。亲像台南咧，都伫三个月内开300张的罚单。客家人员关紧过后，咧询倒位有积水，像安尼无穿好势，病房头密度指数就会压悬。台市政府四月到六月开出要300张的罚单，天高计旧年拖甲真严重，高档人员济济人放外花，积水容器无清，地疏生病虫。即阵台市各区公所煞无共的防治措施，北区公所要免费照明将天高棒来检查水质，啊南区公所是分三阶段加强巡查，希望降低产生天高计的风险。以往拢会喷油啊，但是喷油啊。对大家有造成真侪不方便，所以大家帮防治的工作吼，拢会当互相出面头尾提醒安尼。李长率领咱的志工啊吼，针对幽兰红指数较悬的所在周围范围来加强巡查。阮公所主管稳啊率领同仁会过来复查。根据统计，今年台南天高计本土甲境外病例计有28人，那全国嘛已经累计有261人。卫生局讲，虽然台南各里内拢有放12个城蠓仔、虫仔做监测，因也是呼吁民众安心护贵，天气不稳定，落雨了后爱加强摒扫。啊，迄只细乱子就是台南民众啊，拢比较较容易袂积积的，落雨天了会袂积积，啊，就较会搞渗着雨水。啊，像这款的情形，他若无去家己拼吼，也较容易滋生吼登革热病媒蚊。近日，登防中心针对于高风险场域及人口密集的社区进行滋生源的一个检查，共查获了125个积水容器，那其中23个容器滋生了一个病媒蚊的情形。那现场已经立即清除并开立罚单。卫生局指出，每当五六月是进入天高级的流行期，提醒乡亲千万唔通积水池蚊啊，以免互天高级的社区均价摊开。记者陈武台南采访报道。新竹台大病院甲科技公司合作，用 AI 机器人甲病院的消毒工课自动化，提升病院的安全卫生，唔免人工，嘛搁较有效率。2024年。智慧机器人伫病院内面自动做消毒的工作，除了碰到障碍物会家己闪过以外，佫会透过 AI 系统来针对无同的物件进行无同款的消毒方式。我们来看诊可以更放心，因为这个环境其实是充满一个安全的环境，因为整个都已经完整的一个消毒了。机器人它是透过这个 AI 的镜头，然后它进去判定说它，比如说它是扶手还是门把，然后了解是它是什么物件之后，然后它会把这个讯号传回到里面的主机。新竹台大病院甲科技公司合作，透过第二代自动消毒机器人，除了消毒需要的时间会当比用人工减一半以外，上重要的是会当减轻病院清洁人员的负担。机器人进来之后呢，那其实对于我们目前呢，那所谓的在清洁人力上面呢，可以做一些更有效率的一些分配呢。那以及呢，对于整个环境那可以做到更好的一个保障。透过一个 AI 的演算法，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场域、不同的物件去做一个最先进的一个部分，然后它可以用最有效的效率跟最有效的一个参数，去达到一个最有效的效果。另外，还有紫外线测困等机器人，会晓依照环境来调整光线的角度，而且只要侦测有人入来，当咧消毒的房间，第二面停止紫外线测困，来确保人员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卡扎若要听歌，就要用一块一块曲盘放伫曲台顶悬放来听。中华有文史工作室邀请曲盘收藏家来办讲座，为1910年代开始介绍台湾的曲盘文化，带大家来欣赏台湾百多年来的音乐历史。这块1930年代悬的曲盘《桃花曲黑记》是由孙顺小姐主唱，也是第一首唱到全台湾带动流行的歌曲，有台湾头一条流行歌的称呼。中华有文化工作室举办曲盘的文化讲座，邀请曲盘收藏家黄树河来分享台湾曲盘的历史发展。透过老曲盘，透过较早的曲台，来达这个台湾的台语的一挂著名歌谣的文化，台湾的流行歌曲盘的文化是安怎来？用音乐来带大人走入去台湾的一挂历史。我们现在都知道说我们现在流行曲啊，华语的歌声怎样，但是到底以前日本时代时到底是怎样唱歌，其实我很有兴趣，有想要来听这个歌曲来制作来听。黄树河表示，1920年代因为录音技术的关系，歌手的声效表现跟这阵真无同款，会当听出抖音台语的腔口差。其实你为这老唱片来滴，你个听会清楚，即歌个人的声音甲即卖的声，其实有真大个差别，佮有伊个背景的音乐，为西乐到现在这种电子音乐，台语歌段的路其实变化真大。乐段唱曲，歌手顺顺带动的流行歌，一挂早年的台湾音乐发展，透过老曲盘记录落来。黄树河就讲，听曲盘老歌，就亲像人咧讲的啉老茶，有侪侪沉暗底的音乐历史故事，是愈听愈滋味。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马祖的纳西族类是当地重要的观光资源，但年拢有真侪游客去观光。虽然台海政治局势紧张，不过是有愈来愈侪少年人登去到马祖推撒观光。台语台青春咱的网 AM 7:30来看这段少年人是安怎宣传马祖的在地产业。啊，这么少啊！对，我刚才看到颗粒点还蛮多的，靠一支水桶扫下去。当你讲话的人是造出纳西族类的周小马，本来到马祖纳西族类的大街，伊就伫暗时啊塞车，四处造出纳西族类。有这么一说，马祖不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因为只要一有来眼泪，就是起浓雾，一起浓雾，你想离开很难离开。有这边有一棵，这里也有。那些族类都要有适合的气温跟水流才看得到，就算有可能会落空抓。在大街期间，要是替马祖带来不少游客跟商机，也带动少年人回乡。除了工作机会有增加，饲囡仔的成本低也是原因之一。马祖正做2022年全台湾生育率第一的县市。马祖这边其实要养小孩，在照顾小孩的成本低，而且很安全，小孩在这边也不会有太多的诱惑。经营旅馆的核心，因为对艺术真有兴趣，在马祖甲在地艺术家合作办活动，希望让旅客感受马祖艺术气氛。不过在文革背后，踮伫两岸地缘政治之间的马祖。在地少年人是安怎看待的？台湾或外地人看我们马祖的一些状况，例如抽沙船啊，或者是海缆断掉啊，他们都可能会觉得很紧张。可是对我们当地人来说，就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情。连江管政府讲，参中国有参详讲要用四通啊，其实在地人无认同的较侪啦，因为咱马祖本身无欠水、无欠电、无欠气啊。我感觉桥嘛无通的必要。面对两岸之间的纷纷扰扰，在地居民立场虽然无一定同款，不过个人要有个人应对方式。在这阵少年人的心内，要怎拍拼提升观光的品质，把这建设做一个安居乐业的好所在，才是因真正要义的目标。记者吴德庆、连新伟、马祖报道。再来看今仔日各地台温度。
度到31度。南部地区24度到37度。南部地区24度到31度。外岛地区21度到29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君，明仔日同一个时间，咱再会。